哎呀，本来想玩把艾瑟辅助的，那老头非得要给我整去 ADC， 这有点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人家都选完那辅助了都。攻速没点，挺烦人。硬给我整去 ADC 去了，真的很讨人厌的这老头啊。没治疗，他带的治疗，我带的点燃也行吧。正好我们能主动一点的。这把呀，这把的生存环境不太好啊。狂风之力啊，哎呀，感觉狂风之力不太适合这艾瑟呀，没有攻速，盾弓或者海妖吧，海妖是最好的，虚区高，盾弓也可以用吧。上来就给我们了7%的冷却缩减吗？继续前进。还好我带的是这个训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致命节奏。学个口啊！出盾弓的艾瑟没攻速啊！这也太怂了吧，这小炮啊！啊，一个刀不补。还好我点的气定神闲啊，哎，这上来就吃一层塔皮是挺舒服啊。我发现下路塔皮掉挺快呀，小炮都快死了。记住我们带的点盐啊，我们带的点盐，我们带的点盐，我们带的点盐，一定得记住。呀，我可没蓝了啊。来，把这蓝枪给杀了，交闪，可以。你俩要干啥呀？先杀的日女儿啊！GG兄弟，这管不了啊。蓝枪怎么这么幼啊，我的天哪。好，团灭了，回家。哎呀，真刮痧呀这英雄。这英雄打人咋这么刮痧呢，我看看啊。先来个海妖。先杀蓝枪，蓝枪哪有控制啊，你偏把那日女杀了，那日女不控不住剑圣，你不就能念咒了吗？你说你还能给我拖一会儿，那蓝枪也没有闪现，俺们再杀这蓝枪不行吗？
你这兵给我剩的都剩一身儿，我确实是挺难受，兄弟。俺俩打他们俩的组合吧，还没办法上去让他指，你知道吧？上去让他指就很有可能就会死。就得耗血，完事耗没血了，人家又不跟你打，人家又回家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我操，六了，我的妈呀，先来个狂战士镜甲吧。下来个爹，哼，薅着下来一个薅着，这日女儿可以杀呀。这人怎么这么多呀，我的天哪，我这打个下路这也太难玩了。凯南传一波，咖喱奥飞一波，哎呀，这家伙一会儿蓝枪再来一波，没个玩儿。集结力量的领袖为人称颂，但我们却忘记团结和统一本身才最重要。不过没事，我们好像已经有点无敌了啊。好炸弹，你都溜了我都没溜啊，这我没想到啊，小炮溜了，中，走走走，这波配合的还可以啊，吃两波塔皮。可以先 A 着日女两下，攒一下被动。来，再吃一层，怎么还让塔砸了呢？行，差不多回家了，已经是有点无敌了啊。刚才这老头给的经验挺虚浮的，这老头已经是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把这钥匙撇了吧，我得赶紧来个875，要不然没有攻击力呀。
不要刷屏了，我看见艾希只有10%了，兄弟。我看见了，行不行？我看见了，行不行？我看见了，行不行？别刷了，行不行？别念了，师傅。他们家日女儿呢？跑上路去了。哎，我有复活，你有吗？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屈服了，把蓝枪给我杀了。快走快走快走，把下塔子拔了。这个一血塔呀，三个人在这蹭啊，本来都海妖了。哎，这老头给经验是真舒服，我发现这老头，我们经验少，老头给。拿个一血塔容易吗？这我们去找剑圣拿个蓝去。哎呀算了，我要蓝其实也没啥用。哎呀，这上路可有点惨呐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快救一下点点点点，闪现 W 点，中，操！我应该跑一下好了，再跑一下，这嘎里奥应该就打不死我了，打工了。打个红的，没凯旋，我点的气定神闲。那寒冰就400点蓝，他再点个凯旋，兄弟，他蓝不够用，那碍事啊。哎，黑打黑打黑打！哎，就杀这日女儿，飞鸟，抢人头可以。这艾瑟打人确实是不打掉血，真不是我说中。打不了呀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嘎里奥！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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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！彪！老头大给谁了？谁来了？凯南来了？那算了吧。看看下一件装备来个什么啊？想杀我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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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啊！
点点点，打不了点，哎呦，给我换了，换了也行吧，但是我们是600块钱的。飓风羊刀，飓风，先来个飓风吧，先来个飓风。技能全空把我杀了，我跟你说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带加血或者是净化之类装备。保命能力差了点，要不他其实打不死我们。我带着点烟有啥用？你说，本来我想打辅助的，老头非得让我打 ADC， 我这点烟没换回来，讨厌死个人。我帮他一波吧。爱射就别出羊刀了吧，要我说你们觉得呢？我们飓风无尽配饮血吧，然后搞个孙哥。把针眼拔了，我们把小龙拿了。看看他推荐的也行，其实。上路守一下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家这山羊到底在干嘛，我都没看见过这个人。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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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用我自己的技能，看看能不能杀个蓝枪。嗯，可以。砍呢？可以，人头拿下。这边有小炮，这边小炮。小心点，里边有人啊！这怎么过？老头开始辅助上剑圣了呗，开始不辅助我，开始辅助剑圣了，是吧？你去把上路那个兵收了，行不行？咱能不能有点用？混咱也能混，咱也得能混，对不对？咱也得会混，是不是？该干什么时候就应该干什么，别连混咱都混不了。混元门，混元一行太极门。你下去吧你。手中
谁让他自己在那回城的？这能赖得了我吗？其实我早就想打那跳弹了，你知道吧？只不过我选择了他在马上回城的时候 A 了一下那个跳弹。我操，我上当了，我以为我们是在包对面，没想到是对面在包我们。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当了呀。我是迷路了。那凯南我们不是看见了吗？我寻思那凯南尝试一波能不能杀，正好我有大艾克包过来了，然后蓝枪突然出现了，让我的梦想破灭了。我们直接射一个试试看能不能射得到，没射到。点点点点盐，不行了，五换一，这团战给你打的。再稍等我一下好了，我们伤害就能打出来了。刚才伤害没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飞个鸟吧，可以去小龙那边。这炸弹往里边丢，是不是手？是不是就那啥了？你说，这炸弹往里边撇，是不是就抢着龙了？怎么往外面撇呢？别把小龙先打了吧，没关系。虽然对面拿了条大龙，但是没有事儿。但是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后期了还是得靠俺们 ADC， 放心，越往后打越得靠我们。你以为我杀不了你是吧，兄弟？不行，他妈的有沙漏，我操！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的天！太幽了，这可没事，老头有道。欧文还在塔下，你顶着日女儿啊。哎，剑圣砍起来了！往哪走，小炮？嗯？薅着呀，这！给我打一个装备，对，可以。
别让我失望。替死鬼了，这耗着呀。我们得赶紧把这武器给它做出来啊，先把武器给它做出来，可别单带了，我没单带，我这不发育呢吗？这不收兵发育呢吗？这哪是单带呀？寒冰怎么单带？给点 money。真他妈的，真是给个钱一下能死似的。你说这波我为了收这钱死了，我们是不是又拖节奏？真鸡巴烦！哎，这艾克真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真膈应人！你说你给我炮车，我这不收完我回家了，像个傻子似的。给他打了，跟他说了，差111块钱，也就不给，就在这，哎，就炮车，就抢，就硬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玩的好也行，还154，你说，还整个154。赶紧！死了得了！哎呀，这还有个闪。小龙可以要，哎，正好我们龙魂可以。龙魂就好办了。下路收兵，我们的虚区现在已经无敌了，只要不死基本上对面就是团灭。回家吧，又抢钱，又差30，又差60块钱，我就最后再收个石头人行不行？回家，装备完全看不懂了，还行吧，这适应就可以了。搞个水银，要不然死得快。给个红 buff 吧，兄弟。其实剑圣拿也行，可以给他拿呀。我没法上啊，兄弟。哎，可以，你把这电耗子杀了，往上走来。飞个鸟，剑圣全收。为什么剑圣这波能四杀？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了个红，知道吧？